其实曾医师这本册吼，咧讨论伊咧标题的时阵，有足侪迄个考虑的方向无相吼。啊，我徛伫康曾医师咧做社运的立场，我认为用迄个先行者吼，无得较确切啦。啊，但是尾啊，查查咧，咱这中国有一间公司，伊有登记吼，有名叫做先行者，所以把那个放掉。 啊，是安那个讲先行者吼，就是讲詹医师伫高雄带动遮济运动，伊个力量安那去带动吼，真无简单吼。啊，咱对詹医师的特质咱来看吼，詹医师伫医生吼，伊足关怀迄个伊胸腔科迄个主治医师吼，啊，胸腔科跟环境绝对足有关系，啊，医生关怀市民的生命，这是。 伊的天气，啊，但另外一点，曾医师做着西林，伊的诗一定爱跟这个土地连接做伙。曾医师先来咧讲，诗若无跟在地文化连做伙，这毋是诗啦吼。咱倒转来看，1990年代的时阵的高雄，迄空气咱拢知有够歹嘛，因为用工业拢伫咱高雄。 啊，空气歹，是大家拢知影。啊，另外，咱的水质自来水嘛，水质有够歹，大家拢买水咧食。哦，干那这两项，咱就知影，咱的生命内底，空气、水、阳光，啊，这两项是高雄市拢无及格。啊，免啦。啊，做医师的詹医师啊，就跳出来领导咱社会不同阶段的人共同。 来咧发动，有咩啊绿色之邦、和平溪、改善的活动，啊个反水库，即逐项咱也拢知问题伫倒，但是有人要跳出来，所以有够无简单呢。所以我咧讲，用先行者即三字，嘛无够啥货啊，嘛无也无法度形容郑医师遐尼。 坚持的迄个物件，啊，但尾仔即句话袂歹啦吼，只有坚持，啊，若无坚持，咱嘛看袂着，哦，只好个军营变做公园。啊，因为今仔日遮，咱就来回忆1992年的时阵，到即马，即个有咩啊会变迁？1992年就是有咩啊要迁，军区要迁。 这是确认的代志，但是中央政府买一只起45000户的国宅新建吼，一只大代志。啊，詹医师一届伫柴山咧爬山的时阵，同大家咧谈，伊提出一个公园的概念，哦，啊，伫高雄迄个医界里面，马上就通过。 咱来捐出吴牧雅碧公园，啊，因为曾医师提议的嘛吼，所以讲叫曾医师，你来做召集人，来召集大家来做这运动，啊，所以伫迄个1992年的3月28，就是今仔日成立吴牧雅促进会，这个会吼的成员啊是顾问吼，咱得看出。 詹医师的用心吼，这人的安排不是黑白安排哦，就是讲对未来要做运动有帮忙的人，伊较有力。哦，咱拄则看王台伫遮吼，啊，搁孙泰山、
无金发，因遮拢伫报社咧服务诶。做运动，若无报社甲你报，你是无效诶。啊，搁一个足重要人物，就是阮郑正玉老师，真无彩啦吼，伊过身去啊。伊咧文笔有够水诶吼，每届开会，伊都甲资料拢写写咧，提供个报社。今仔开会，遐技术门啊才着出来啊。哦，这足无简单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对运动个坚持吼，咱知影，迄阵要做文化运动个时，有一挂成员讲，咱是毋是会使来包围维护呀？张医师足坚持个反对这个讲法。伊讲军人其实嘛是受害者啦吼，一个军营对日本时代留落来，还佫住伫遮，这足辛苦个，咱叫抗日要创啥？哦，啊，所以尾仔佮改来做迄个登寿山个联署活动，啊，内底咱就找一个余正经医师，哦，伊做了专门咧做公投台湾独立公投个代志个医生吼，啊，咧办，含建筑师工会做伙咧办。登寿山联署活动，一年两年吼，那几万人的联署，所以能量、知名度就安尼走起来。咱伫1990年的3月28日成立促进会了，4月，咱高雄市建筑师工会就加入咱这活动的做团体会员。啊，因为建筑师工会加入吼，伊主要是安那伊经费比较充足，啊，伊有足侪委员会吼，所以伫一档内底。开足侪座谈会、公听会，甚至各界学者、专家的能力的会议，哦，啊，佮请新台都计会来分析，有哪样区要变公园、要变大学，还是要变主体，对一人较好，对一人对未来子孙较有帮忙。哦，啊，慢慢就是甲有哪样即个一挂理论吼。建立起来。啊，当时咱高雄市每个人享有的公园绿地无到2平方公尺，国际比较宜居的都市拢爱20平方公尺以上。啊，所以咱高雄市大大无及格啊。而且愈增加来争取公园，比足大的阻力。哦，即内底咱迄个陈胜顺医生吼，伊拢伫国外咧开会，现在即个资料拢摕定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伫理论基础有，哦，咱要做小运动，咱就唔免用暴力来做，咱用学历来讲。啊，另外，我拄则咧讲，陈书请一挂顾问咧创啥？遐顾问足侪民意代表，县市政府的议员。中央的立法委员国代，啊，议员要创啊？当时，咱的高雄县市，高雄县原来伊是要做，这块地吼，高雄县占2/3，高雄市占1/3，高雄县想要做社区开发，高雄市19公顷想要做大学，啊，两个拢无相的，啊，咱促进会是要安怎去跟中央要跟争取？所以詹医师就带大家先去甲宜城县长说服，吼、哦，伊讲伊同意要做公园，吼、哦，啊，倒转来，去设一个局吼、哦，去伫迄个市政府，也是开一个公听会，现场做问卷调查，100几个人参加，大家问卷调查，超过70%以上的人，拢同意要做公园，啊，我对你无法动，我挡袂住这个压力吼。大家要做公好，啊，我同意做公。就迄阵开始，高雄县市一直，啊，咱你看，詹医师会当带大家去中央、内政部、营建署、立法院，现在去听，去遐开去办公听会。啊，迄阵真好势，就是好佳哉，咱遮的民意代表吼，无分男女，大家拢为着这个代志。尽心尽力，哦，这是感觉足无简单嘞哦，就咱即卖目前足不可思议的，是安那在你手里何德何能，大家哪里
拢同意你的意见，大家共同来努力。哦，这是足无简单哈、哦。啊，所以伫1992年开始，咱伫1993年的5月，行政院伫立法院开会，同意这块地、这块园区、分区要变作公园。啊，但是附带条件，第一项，原来是遮要起的，要起厝的地，你高雄县市爱甲我传好，予阮起。第二，分区要迁，遐费用高雄县市要负担。OK 啊，因为这两个问题吼、哦，要安怎解决？所以对1993年拖到2010年。讲甲做好，中间差17栋，这17栋要创啊？其实反正吼，迄时间咧过也无一定吼。要去国债这个政策，尾啊因为国体拢互弊病嘛吼，啊民间咧起的厝，佫比国体较好，所以有一段时间咱的国体政策吼，全缩起来，无要去啊，无要去，证监会就来高雄看阮学生，看促进会学生。安尼，这个起厝的代志慢讲啊，啊，但是军区要迁，有哪爱恁来负担？好啊，迄阵大家都讲好啊，哎，迄阵的军区军拢开一个110亿的，因要搬迁啊。啊，我讲靠，靠，这啊才贵，我买啊单车，迄个内政部用迄个专美基金吼、哦，请迄个都市计划协会去甲估计。我要站在那个卢建叔叔旁边吼、哦。伊对公园真正有足侪故事要讲诶，慢点，我讲了。难得我讲话，你甲我插你看。无，我最主要是讲这代志哦，就是讲这个过程吼，真复杂啦吼。啊，但是拢一直甲解决啦。啊，尾后较为一块10公顷诶迄个商业区，起来讲将来这块地若卖出去诶钱，一寡合并分军方去起厝安尼。啊，就安尼较有法度，这个都市计划较会当变更过。而且都市计划变更吼，是等到啥物时阵较有可能呢？迄阵就是张进雄咧做行政院长，余振宪咧做内政部长。你看迄个时机，迄跟高雄的关系遮尼密切，第一阵较通过，啊通过了，管政院杨秋新咧做馆长的时阵，较咧新建，啊所以伫2010年，这个园区较开辟完成，哦，对咱即摆会当来佚佗的。啊，同阮未来，啊，阁有一块10公顷，毋知要安那吼，迄不要紧，等下迄个计划市长来的时阵吼，咱较来甲问啦吼，看伊到底做市长吼，对这块地要安那处理。我大家先安尼甲各位分享吼，谢谢。为贵宾的报告，咱这块地是安那都是计划当变过，就是因为挂10公顷商业区，是要卖吼，要互军区会当去。用迄去迁军区，啊好佳哉！迄阵高雄县标出去要标吼，一平20万了了，标不出去。哦，我阵话欢迎，我叫天佑高雄，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未来的一个种子吼。啊，其实这个地到底要哪处理？市卖市场一只吼，我感觉市政府要做主张嘛。这个代志哦，已经差不多啊吼，甲最后一块拼图怎么拼出来，非常重要吼。所以这个部分哦，交代哦，市政府处理，啊，阮民间来配合市政府来做，能够放好民间的安居乐务，市政府到后边要收，袂使。安尼，娘娘，谢谢。谢谢我们卫文公园促进会的会长哈、哦。